迎收睇曲线音乐节目《劲曲金曲》，我系李君雅。事不宜迟，即刻为你揭晓本周劲曲金榜。下星期就系大年初一，武器电视同大家拜个早年，祝大家无懈可击，无才是得。第十位无忌贺岁歌曲《财神爷 is coming to town》，主唱无忌群恩星。中意就中意，唔中意就唔中意，冇讲埋啲咩 L I K E。呢位歌手嘅金句真系镬镬新鲜，镬镬金。第九位，情深金句未曾讲，黎明。过去每日同路往，关心左手也勒手背。这晚我独来独往，豁达到话我扮豁达，我唔 mind。每一次提到结婚。有人会大嗌羡慕，有人会大嗌坟墓，但系讲到尾，首先你都要有个第八位，婚姻背后坚方健儿。婚姻中你我双双老去，俾你夹住行落去，我哋夹埋就快一百岁。开讲又话老牛吃嫩草，呢位歌手就话食牛等于着皮草。第七位最新环保概念作品《穿皮草的傻女》，主唱逆流十二。这夜我又照住镜，又发现我都几美。穿起我的皮草，闻到吗我的仙气。正如杨局长坚持自己见过 Steve Jobs， 他首不是老祖的名作亦都坚守在第六位。我说我见过 Steve Jobs， 杨局长。我说我见过 Steve Jobs， 是有见丑见过见 Steve Jobs， 不是错这两位坚香港人，除了坚是歌手，还是很坚秋的歌手。不信试下跟着一起 rap 吧。第五位新香港地，主唱坚何国荣 featuring 坚 MC 人。侧发扮赤猛蚁容易走出来，向着同一个电视看，一定会喜欢梁念齐。是真香港人当然会适应红灯，是真香港人可以流行一边潮文，你一崇拜马云就表示你是第二种人。港大校委会主席李国昌一直对学生关爱有加，令大家当他是毒品一样欲罢不能，疯狂包围，用凭歌的意表达倾慕之情。第四位有学生唱陈学生的《张氏情歌》。李国昌好型，李国昌感性，曾在某天他发现我毒品吸得太多。如果全世界都是中国人，以后就可以一切重简，简体个简，你说几方便呢？上周冠军歌，今个星期尾跌两位， Imagine 庄靓龙。 Imagine there's no signIt is more Canada. Not Taiwan belongs above no forcing guys. 由于市面废青众多，未免引起公愤，我哋唯有将呢一首歌强行连升三位。本周亚军歌《废铁是怎样炼成的》，坚何韵诗。我变做了废铁，承载不埋你哋，成就沸腾嘅世界。一我的都已够包养自己，有哪用是增多整下发美？当大家都争论紧
究竟是一地两检定是两地两检好的时候，其实还有一个可能性，就是两地零检。有请坚黄宗尧和坚陈思维以自己的方式演绎本周冠军歌《我的回乡证不是我的》。不搭火车上去，不搭飞机上去，都有自己的方式。翻香港不够尽兴，翻香港好似未够劲。于陕西的世界，于四川的刹那，感到回中国真有益。海关很多不必理的 D 安检通通废的，坐艇只有最 smooth 旅程。 Passport 不必再掂，是人就可上机，或知被边个逼。 Oh baby， 当晚我没计划抱北京，今晚偏偏在北京真高兴。回乡证都冇拎，今晚与你约埋罗家英，听晚站在大陆 hotel 品味。人哋过落马，随时惊被截停，谁能似我出入面签证？